《逃兵狄明奇》，由中国最大最骄人制作，80年代超越时空科幻巨片《新蜀山》片合，嘉禾公司投资3000万元，用2年时间将蜀山搬上银幕。 为咗营造连串山崩地裂、飞天遁地嘅场面，更特别邀请星球大战金像特技大师罗拔贝勒亲自嚟香港，领导几十位荷里活特技专家，包括电子世界争霸战同埋星空奇遇嘅特技师，精心炮制空前嘅视听效果。明导演徐克喺事业踏入新高峰嘅时候，加盟嘉禾执导本片《新蜀山剑侠》嘅演员阵容，亦系空前咁虚撼。 被誉为中国第一美人嘅林青霞，饰演瑶池仙宝宝主，亲身空中飞人，拍摄惊险镜头。既然系缘由天定，点解你要嚟告别啊？ 既然系缘由天定，点解你又出嚟见我呢？国际名演员翁善玉喺呢部电影里边饰演女神李奕琦，雍容华贵，投射出脱俗美感。 郑少秋饰演大侠丁引，袁彪饰演狄明奇，年轻活泼，得人中意。哎呀！哎呀！你哋衰鱼啊！洪金宝饰演长眉道人，一位为咗维护正义不惜任何牺牲嘅绝世高人。 佢系边个啊？呢个叫做血影神魔。头先我系佢嘅假身，叫做血神子。诶，我讲乜你都唔明噶啦，你自己搞掂，我先走啦。特技、奇景、巨星，伟大嘅三结合。